有 AB 两瞭望台同时发现海上有一船 C， 右侧的角 BAC 等于45度，角 ABC 等于45度，且两个瞭望台相距300公尺，是求 B 瞭望台到 C 船的距离。好，首先我们先将略图画出来， ABC 距离300公尺，45度、75度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角 C 等于60度。好，那我们用正弦 sin 60度对的是300，等于要求 BC 也对 sin 45度，所以 BC 的话等于二分之根号三分之三百乘以 sin 45度是二分之根号二，等于三分之三百根号六，约分100根号六。